大家好，给大家带来一个拉面店的招聘。募集形式：正社员，募集人数3名，工作内容饮食店的各项事务，工作地点东京都世田谷区，工作时间排班制，给予21万级以上，赏与有。与学历没有特别要求，日语能力需要日常的刻画，没有经验也是可以的。如果对以上工作感兴趣的话，可以来我们的会社参加面试说明会。星期一、三、五是上午11点开始，星期二、四、六、七是下午13点开始。这边是会社的电话号码以及地址。